喂，早晨姨。早晨啊，早晨啊。我今日就嚟到文具部，有啲咩好嘢咧？开学啦！开学噶啦，翻咗新嘅单行簿。佢面头嘅公仔都好靓喎，呢个系我中意嘅，啊，9蚊一本。哆啦 A 梦，头先嗰款咧？头先嗰款就个图案睇下先，好有诗意喎。系啊。九蚊，仲有细本嘅，呢啲读小朋友带出街写下嘢咧，其实系好益智嘅。细本嘅5蚊，仲有大本啲嘅，都系5蚊单行簿啊。铅笔棒啦，我哋有呢个搞嘅，39蚊。呢款咧就电动嘅，插落去佢会转嘅，都系39蚊。咁咪擦完擦胶碎，我哋需要个吸尘机啊吓，桌面吸尘机啦。插电嘅，揿个掣，碌碌碌，佢就会食翻晒入去噶啦。呢个25蚊，有版嘅，油画笔15蚊，呢个啊，起码都36色噶啦，啊，36色噶啦。仲有呢个可以洗得嘅水彩笔啦，19蚊。翻咗个好嘢，嗱，自己砌嘅 DIY 铅笔筒。超靓，我都想要一个喎，19蚊。仲有翻咗呢套，攞错咗呢套，39蚊。嗱，佢有咁多隻色啦，24色啦，同埋下面系笔，上面个笔头就系个印仔嚟喎吓，图案咧喺呢度，自己慢慢过嚟睇啦，39蚊。都仲有一般嘅白板笔啦，15蚊有12色。翻咗啲漫画筒，你哋细个玩过嗬？我都有玩过，9蚊。可擦得嘅中性笔10蚊咧，有3支。铅笔先犀利啊，多到你唔信嘅，主题人物多到你唔信嘅，啊，全部都系9蚊。12支，仲有绘画套装啦，15蚊。有圆规嘅，都有圆规套装，9蚊，咁就两只色嘅。揿嘅擦胶啦，5蚊，仲有两个芯俾你换，有唔同颜色，过嚟揀啦，5蚊。仲有间尺，5蚊。嗱，呢个系画线嘅笔，呢个6支，5蚊。仲有我哋呢啲原盒买嘅原子笔。中性笔嚟嘅，20蚊。有咩色？有黑色、蓝色同埋红色。水彩颜料啦，19蚊。仲有呢个超值嘅马克笔啦，呢个36色，29蚊嘅啫，29蚊。仲有呢个套装，19蚊。有埋本簿。12色嘅木颜色笔啦，9蚊。咁19蚊咧就有36色嘅。我哋最好买嘅胶纸，不费事，最出名噶啦，10蚊有2卷。呢个普通嘅透明胶纸，9蚊，8卷。5蚊橡筋，有50g 嘅。好多条啊！好多条真系好多条，仲有呢个啦，3蚊嘅双面胶纸啊，双面胶纸，靓靓嘅圆心笔套装，9蚊，仲有普通嘅靓靓间尺，2蚊。嗱，卡通胶剪啊，10蚊。咁我哋都有啲甩胶纸咗嘅，10蚊。钉书机钉啦，15蚊。水彩画笔套装，10蚊。嗱，呢个有个头发剪喺呢度，19蚊嘅。有梳有铰剪。有梳有铰剪嘅，有水。系帮啲细路仔剪头发啊。系，仲有啲铰剪啦，咁太空剪呢啲一般都系15蚊。仲有一个钉书机套装，小朋友噶。呢只好靓啊，9蚊，仲有 Hello Kitty 啊，同埋你哋揾嘅
凤尾蝶啊，呢、這个呢大蝶嚟嘅，19蚊，大蝶嚟嘅19蚊啊，咁样嘅，同埋仲有芥做绘图嗰啲呢，我哋有啲芥黑板嘅，其实可能你哋遗留咗佢啦。呢、這个呢系摆台面呢，你芥嘢唔会芥烂张台啊，咁样嘅啊，有晒黑度，19蚊，芥刀啦。9蚊都有啲普通款啦，呢啲普通款啦，5蚊嘅。咁我哋有得换嗰个戒刀片嘅喎，有粗有幼噶嘛，幼身嗰只5蚊，粗身嗰只15蚊。几多块呢一盒？10块。同埋呢个啦，小型嘅戒刀啦，3蚊啦。安全啲啊，小朋友啱用。啊，仲有呢啲推出嚟嗰啲擦胶，9蚊。我都未。三个款，仲有 PC9，蜡笔啦，5蚊，24色。好似有两个包装，两只兔仔都唔同。仲有呢个计数机，19蚊。咁咧，我成日讲呢个咧，读书嗰啲都好啱用噶啦，装晒啲证书入去啊，因为系40片嘅吓。呢、這个9蚊，仲有白色，仲有白色，咁同埋有啲抄寫板啦，通常有啲人叫企喺度寫嘢嗰啲就最啱啦，5蚊，呢度可以夾住張紙。過嚟呢邊仲有喎，靚靚嘅筆袋，19蚊，呢、這個兩層嘅，兩層嘅，仲有呢度一層，可以睇到擺啲乜嘢。有唔同顏色添喎。仲有呢個黑色，仲有黑色，19蚊。有呢个款啦，有呢个款，呢、這个款就25蚊，男仔会中意啲嘅色啦。咁样，都仲有呢只靓靓9蚊，有嗰啲修正带啊，呢只款9蚊，9蚊。咁仲有呢啲擦胶，电动擦胶9蚊，佢有埋啲芯俾你啊。仲有呢只9蚊中性笔，9蚊一支，超人嚟啊！嗱，有胶纸、贴纸套装啦，19蚊，仲有两个主题人物，仲有呢只笔袋，19蚊，有个 demo 嘅呢度，几层拉链？几层噶，好好拉嘅呢啲拉链，又好装咯。细路仔开学，仲有呢、這个嗱，双面嘅，双面嘅强力胶纸胶带，呢、這个系等于纳米胶纸嘅啦，差唔多，佢有少少厚度嘅，15蚊。呢、這个大卷装嚟嘅，仲有 UFO 嘅万能胶，5蚊，就喺文具呢度揾到。过嚟呢边，呢埲墙咧系俾你哋试笔嘅。呢、這个日积月累，呢啲系经历嚟嘅吓。过嚟呢边，呢啲笔啊，呢啲笔，呢啲笔记号笔啦，啊，呢啲有颜色拣噶啦，三只色啊，3蚊一支。仲有荧光笔啦，都系3蚊。白板笔2蚊一支，有红色嘅都，啊，咁就七笔，我哋都系卖3蚊一支。咁我哋都有啲绘图铅笔嘅，9蚊一盒，啊，都系12支。仲有呢个修正带，猫脚5蚊，系咪墨水？记号笔嘅墨水。过嚟呢边啦，开学啦，开学咧，记号笔，墨水3蚊，红色，红色蓝色，红色蓝色 ，sorry。仲有开学啦，小朋友翻学咧。要带嗰个卡去拍卡嘅，我知道。咁我哋都有嘅，就话啲小朋友啦，有方长形同埋打横嘅。打横打直。咁两个款你都可以过嚟呢度拣啦。呢啲都系3蚊嘅，3蚊。过嚟嚟交9蚊。咁呢个咧封藤文件袋啦，10蚊啦，咁样嘅，10蚊。两只色啊，仲有蓝色。双头荧光笔10蚊，
啊，好耐冇翻嘅狗仔筆啦。呢只黑色，卖晒其他色啦。本身有蓝色嘅，都系5蚊。三支，绘图套装15蚊。呢、這个直尺5蚊，可以打开喎，嗰种。系啊，我都想开个俾你睇，好嘛？哆啦 A 梦图案啊，咁样噶。咁可以整90度角。系啊，咁你自己过嚟买翻个调教蟹啦。呢只5蚊，拉力橡胶擦胶嚟嘅，5蚊。我见到有只公仔哟。仲有自动原心筆套装，呢只靓嘅，呢只靓粉嚟嘅，9蚊。咁都有支单色单嘅中性筆，我要俾只公仔你睇到先得。好靓喎。5蚊。5蚊。咁我哋有四色筆啦，四色筆呢就3蚊一支。有咩色㗎佢？黑色。黑色、蓝色、绿色同埋红色，主要四色为主嘅。仲有信封啦，5蚊啦，白信封5蚊一沓。文件夹2蚊，呢个系咁样伸出嚟嘅，夹入去。咁呢度可以夹住你指头噶嘛，你缩翻埋去夹翻住个指头，咁你张纸就唔会散收收啦。2蚊。嗰啲可以未试用喺度。系啊，2蚊啦。有唔同色嘅都。仲有红色嘅，咁仲有透明嘅文件袋啦，咁样开嘅，呢只3蚊。擦胶咧有冇啊？擦胶有。擦胶。呢度3蚊一嚿。都系。都系我中意嘅哆啦 A 梦。仲有你哋中意嗰啲面膜 pad 啊，面膜纸啊，都系5蚊。嗱，楼上呢个文具位置咧，就会有呢只透明嘅袋，你哋问咗我噶啦，3蚊一個，就喺呢个箱度揾得啦，唔同颜色嘅。咁或者有呢只收纳袋啦，5蚊啦，可以装文件嘅，有拉链。咁呢度都会有楼下嗰只马克笔嘅，36色，29蚊。仲有呢个二拉扣，即系伸缩扣啊。咁你夹住啲嘢，伸缩扣。呢1蚊一個，清货噶咋，要快啲扫啦。卡通记事簿，嗱，下面系冇呢个噶，而家喺楼上先有呢个公仔，你上嚟揾啦，5蚊。同埋我哋都有啲靓靓擦纸胶呢啲款啦，2蚊。咁呢个款咧都系2蚊啊。咁点点胶，5蚊一支。仲有胶水浆糊。呢隻筆袋啦，19蚊啦，仲有楼下都有，呢度都有嘅，9蚊筆記簿，单行嘅。仲有细本嗰隻哆啦 A 梦啊。楼下都有，呢度都有。楼下唔多，呢度有3個款好似，睇下依。5蚊一本嘅咋呢啲，5蚊。喂，细佬，收银处有咩介绍？嚟，欢迎到收银处啊！首先讲一讲呢个封线先，我哋之前买紧299嘅，最紧要依家降咗系289蚊啊！封线同埋封窗两用嘅，佢仲有灯啦，同埋插电器都可以做埋嘅，非常之好啊！呢一个，我哋手提电脑啦，Laptop 4啊 ，Surface 嘅 Laptop 4啊，8G RAM 256G 啊，13.5寸，系啦，跟埋呢个电源线，俾你，剩翻两部。两部咋，真係得返两部咋呢、这个。风窗 ,209 啊，第二把风窗啊，可以吸气可以吹气。209呢个得返一部咋，我哋仲有太阳能板 ,399 嘅太阳能板啊，如果要睇板呢可以去南麻部嗰度睇。电话系列 ,OPPO 啊 ,Z-Set 啊。590蚊，有3隻色嘅，佢都系8G RAM 256G， 颜色就有白色、绿色同埋黑色嘅，绿色得翻一部又要快啲嚟啦呢个。仲有 Motorola 5G 嘅可以行到750蚊，行到 5G 喎，咁多位，呢个就得1隻色嘅啫。我哋耳机系列
嗱，449耳机咧，仲有呢个229嘅防水耳机，两个都系行货保养嚟嘅，都系睇版可以南华宝度问一问同事，叫同事介绍翻俾你啊。我哋气泵系169气泵啊，差到至少两条车胎啊，非常之好，单车胎啊、篮球都可以差到啊，呢个唔使用人手喺度慢慢泵啊，系冲到啊，系啊，冇错，冲到气啊。尿袋同埋眼镜啦，239蚊呢个科技尿袋啊，得翻黑色同埋紫色嘅呢一个，都系好货保养嚟嘅。跟住智能眼镜啊，可以播到歌啊，连落去 Bluetooth 度啊，有系啦，太阳眼镜同埋智能喇叭，冇错，非常之好啊，只需要399啫呢一个。好，跟住投影机啊，呢、这个超短头啊。O1 Pro 啊，2900蚊，得翻几多部啊？我得翻两部兄弟。我哋水枪仲有329啊，富美子嘅水枪啊。跟住按摩器系列啦，有手部按摩同埋四手霸王嘅手部按摩499啊，四手霸王569，中间位哥哥度可以睇到版啊。好啦，收音机嘅介绍咁多，过嚟揾我。冇部门口啦，有个靓靓台，5蚊，两只颜色啊，见唔见到啊？都系我中意嘅。有呢个正式嘅，就系得一个 logo 喺度嘅啫，3蚊。同埋呢个靓靓袋10蚊，呢、这个3蚊，呢只靓啦，呢只3蚊。咁有个特大袋啦，我哋特大袋啦，9蚊啦。啊，咁入门口呢个位置有啲咩咧？呢啲系全部无线 mouse 连 keyboard 嘅，呢、这个款75，仲有呢只款89。呢、这个款呢就好正，咁样好简单，同埋佢颜色有好多款嘅，呢、这个40蚊都系无线嘅吓。睇下头先嗰只阿姨前一只89呢只，仲有一条罅，可以摆嘢、摆笔、摆平板、摆平板、摆 iPad 都得，摆手机啊。嗯，仲有呢个款都系无线 keyboard 嘅，79蚊。咁呢只就有线嘅。有线呢个款就35蚊，有线嘅。咁我事实上面好多 mouse 噶，嗱呢个款啦，19蚊，无线又得，蓝牙又得。仲有呢个靓靓透明嘅，蓝牙即系无线啦，已经系啦系啦，蓝牙即系无线。仲有呢只39蚊，佢即系蓝牙意思即系可以蓝牙接收啦，系啊，蓝牙接收无线嘅 mouse， 2.4G 嘅 USB 无线可以插到，都系 Type C 充电嘅。呢只靓嘢69蚊 ，M171。咁仲有呢个款啦，就系呢个款，59蚊。哇，呢、这个我相信应该系打机嗰啲人啱用噶啦，35蚊，我认系咁嘅。好，行到入嚟5号铺最顶呢度啲咩咧？全部你哋想玩，嗱，你哋冇留意到嘅顶电啊、原电 L44 啊、2103啊、3012020啊，呢啲全部都有嘅。如果你话我唔想要10粒咁多嘅，我哋都有呢只散装。嗱，呢只散装5蚊一排咧，佢每一样都有两粒俾你，你睇翻型号啊。因为有啲系要一两粒嘅啫，咁你可以拣。过嚟咧有 iPad 嘅代用笔啦，19蚊啦，45蚊、35蚊、79蚊。咁我哋都有翻译笔嘅，59蚊啊，镭射笔。19蚊。镭射笔咧就系19蚊嘅，镭射笔就教学用啦吓。咁下面我哋有啲咩呢？HDMI 线啦，呢、这个1米9蚊啦，有个 8K 嘅，有个 8K 嘅，米半25蚊，3米嘅就29蚊，都系 8K 嘅。咁如果 4K 嘅呢19蚊啦，米半。如果3米嘅呢都系19蚊。再埋到差唔多 corner 位啦，我哋有啲电饭煲线啦，又叫米奇老鼠线吓，嗱你啱插就可以用到噶啦，呢啲插头。仲有一只咧就系八字线，八字线系咁样圆形嘅八字线，咁需要你嗰件电器啱用都得，电饭煲一般都可以嘅，呢啲都系9蚊一条。上到嚟一楼啦，宠物嘅最中意啦，尿布呢、这个大码，啊呢、这个就细码，其实佢系大中细码都系29蚊一包，啊系张数唔同嘅。咁过嚟呢边啦，有佢嘅食物啦，提便食物啦，可以拎出街俾佢
用嘅呢啲兩格嘅收納盒，兩格嘅，咁你帶嘢食俾佢啦，19蚊。翻咗個不鏽鋼飲水兜啦，9蚊。仲有食物兜，兩邊嘅，9蚊，都係9蚊。過嚟呢邊啦，仲有一個貓玩嘅，35蚊啦。大象嚟嘅嗰只，係啊，呢個大象嚟嘅，同埋兩層嘅，65蚊嘅價啊，佢玩嘅。過嚟呢邊啦，有啲手錶、啲帶啦，啊，呢啲都係15蚊左右嘅啫。好多顏色都任你揀啦。嗱，過嚟我哋呢邊咧，就有啲電線啦，啊，一 tip 絲去 tip 絲啦，啊，一般呢啲都係嘅。咁一般佢都係9蚊嘅啫，9蚊。咁有啲咧大眾化啲嘅咧就5蚊嘅添，你可以過嚟睇埋。4號、5號鋪有，呢度都會有。呢度係。係啦，呢度都會有。一樓嚟嘅。嗯，一樓嘅。咁仲有呢啲啦，插電線啦 ，USB 去 Type C 啦，咁呢啲全部都係5蚊呢個位置呢啲。咁過嚟呢度咧有啲，因為佢一般係一米線嚟嘅啫喎嚇。咁仲有呢啲啦，嗱呢只9蚊啦，靚啲嘅快充線嚟嘅。咁有有呢個 Type C 頭啦，都有啲蘋果頭，你要睇翻啦，要睇翻個頭啦嚇。我下邊仲有嗱呢只9蚊咧，就有兩條嘅，佢有寫明有兩條嘅嚇，兩條嘅。呢、这個就九蚊，仲有呢只款啦，呢啲都係9蚊。過嚟呢邊有啲靚啲嘅，嗱，蘋果 Tip 絲去蘋果19蚊，咁呢只就15蚊。咁仲有呢啲款啦，9蚊啦，呢啲 Tip 絲去蘋果啦，嗱，呢啲靚啲嘅15蚊，後面可以睇到條線係點樣啦。咁仲有呢啲。呢啲5蚊，呢只短線嚟嘅，五蚊。咁我哋都有啲火牛咯，啲火牛25蚊咯，一個 Type C 位跟兩，一個 USB 位跟兩個 Type C 位，啊呢、這個59蚊。咁如果25蚊都有嘅，25蚊咧就一個 USB 位跟一個 Type C 位嘅。咁過嚟呢邊啦，都仲有一啲呢、這個25蚊嘅呢個款。嗱，呢啲都係一個 USB 跟一個 Type C 嘅，都係25蚊。咁有啲人話要多啲位置嘅，有多啲位嘅有呢只啊，4個 USB 嘅25蚊啊，25蚊或者呢個啦，一個 Type C 兩一個 USB 兩個 Type C 啦，都可以喺度揀埋嘅。咁呢個咧，呢、這個15蚊呢、這個抵用啊，呢、這個牌子嚟嘅。咁過嚟呢度啊，仲有一啲款啦。呢、这個款呢就好啱你哋用㗎，快都係快線㗎啦，佢行3嘅 3.0 嘅，咁佢有3個都係 USB 啊，三個都係 USB， 29蚊。咁仲有呢啲開關嘅萬用插蘇啦，舊式我哋插咗一個入場嘅呢，咁你3邊都仲可以插㗎喎。咁仲有3邊都係獨立開關掣，呢度先好，25蚊。咁有一款呢就一個頭嘅，一个头就插一个 USB 两个 Type C， 都系入场嘅，39蚊。过嚟呢只呢个火牛就两个头，两个一个15蚊嘅，15蚊嘅 USB， 仲有呢啲普通线啦，9蚊啦 ，USB 嘅苹果啦，9蚊。几长噶？哇，1.2米，系1.2米。苹果嘅，苹果头嘅，咁呢个咧就 Type C 嘅呢只款，11樓11號鋪，我揾到佢啦，你哋快啲过嚟啦，我知好多人买唔到，翻咗货啦，细只嘅15蚊，大只嘅19蚊，可以扣喺背囊度。咩嚟噶？蜻蜓，嗱，传说中话可以驱蚊嘅，快啲买翻就试下啦。仲有呢度喷水壶，行山必备嘅。这个、呢个咧系有雾化嘅，9蚊。有雾化就话你可以行行下山咧，你嗰啲喷啲雾水落块面度，好清凉嘅。咁呢个就一般饮水樽，9蚊。下边呢度仲有旅行嘅必备啊，8件套装，嗰啲鈎仔啊，有喷有支，咁仲有揿嘅。嗱，呢啲有个有埋嗰支嘢俾你去撩落呢啲鈎仔度嘅喎。呢、这个仲有呢啲色，9蚊。嗱，芒膠仲有要買嘅，快啲過嚟啦！25蚊一卷，仲有8W 嘅呢個電筒啦，啊，呢、這個燈嚟嘅，燈條嚟嘅，
钢管啊，阿姨。啊，钢管啊，嗱，呢个超值啊，呢个5蚊一支嘅咋。仲有只水樽喎。仲有呢个方形水樽，呢只系我哋不嬲都最热卖嘅，有绿色，有蓝色，20蚊。几多秒啊？几多秒啊？350个 mL 啊。仲有呢度，仲有呢个篮球，5蚊。五蚊，1楼4号铺入边，水豚公仔吓，可以同佢扎边嘅。系咪老虎狗？扮日本人，呢、這个9蚊，仲有粉红色，佢自己都揸住把梳噶啦，你俾条橡筋去搞掂啦。25蚊嘅手机支架，猫猫多士，仲有呢两只款啊，嗱，呢两个款就15蚊，呢两个款15蚊。呢、这个可以勾喺背囊度嘅，灯、开瓶器、叉、刀齐晒噶啦。呢、这个9蚊，仲有木嘅木猫嘅经络梳啦。呢、这个系好用嘅，其实不锈钢嘅直胶盖，可以摆嘢去雪柜或者冰格。呢啲9蚊一个，唔系周围揾到。新翻咗呢只灯，有花纹嘅，咁下面呢度都有花纹嘅，呢啲5蚊一隻，铜嘅，随意揀啦。仲有呢个啊，呢、这个系线竹线啊，望翻唔同嘅公仔嚟嘅，呢只系好靓嘅。呢、这个款降咗价啦，降咗价10蚊咋，10蚊。酱油杯、酱油碟呢啲款，都系9蚊一隻，都系9蚊。咁仲有个镜啦，座台嘅9蚊，呢个超值啊！一边系正常，一边咧系放大，方便你接黑头嗰啲。呢、这个9蚊，仲有食鱼子酱嘅羹啦，15蚊一隻，15蚊贝壳羹，招财进宝嘅锁匙扣啦，9蚊。饮清酒嘅杯29。仲有呢个系要嚟冲茶嘅，茶格9蚊，铜梳呢个9蚊，系咪一个款啊？一嗱呢个系福字嘅，仲有一个系手揸嘅，有两个款嘅，都系9蚊。仲有口风琴，啊，呢、这个15蚊。水樽翻咗多两个成员，就系、是、Hello Kitty 同埋玉桂狗。嗱，佢有条绳咧，俾你圈住嚟孭嘅。呢、这个49蚊，总共有6个主题人物。咁仲有空灵鼓啦，29蚊嘅呢个，29蚊。同埋呢个陀螺闪灯嘅，佢可以三只都闪晒都得嘅。手指陀螺。好转呢个靓9蚊，仲有呢个啊，呢、这个咧无敌嘅，点熬下去咧？好靓，好靓，嗰啲金币全部浮晒出嚟啊！19蚊一只，19蚊。招财猫，招财猫嚟嘅，同埋呢个日本嘅门铃啊，日本门铃15蚊，同埋。计时器25蚊，美妆部啦，呢、这个专系去黑头嘅，日本最好卖嘅75蚊。咁都仲有呢、这个磨砂鼻嘅磨砂膏，呢、这个35蚊。呢、这、一个咧，嗱你要跟住佢三个步骤做嘅，三个 step 嘅，呢、这个9蚊一块，都系去黑头嘅，都系去黑头嘅，全部都系去黑头嘅。咁呢个就暗疮啦，呢、这个就暗疮贴啦。呢、这个暗疮贴30蚊，仲有呢个去暗疮啫喱49，嗱呢个新翻，咁都仲有呢个啦，去痘痘嘅护理35蚊，呢、这个都系去痘痘嘅棉花棒嚟嘅，佢个头可以俾你折，呢、这个15蚊，韩国嘅，仲有上嚟呢个啦，呢、这个系玉兰油嘅及小白精华89，佢仲有呢个套装。159，
咁有咩喺後面喺入面呢，就望一望呢張後面啦，後面就會 show 俾你睇，159元一套。我懶人最中意用呢、這個七合一晚霜，40元一樽搞掂曬㗎啦。九朵雲啦，去斑面霜精華55元，同埋返咗一個新嘅資生堂嘅，呢、這個係吸油嗰個蜜粉嚟嘅，拍面嘅粉35元。呢個綠豆清潔無孔嘅85元，呢、這個泥嚟嘅，呢、這個係泥嚟嘅。咁仲有呢個啦，洗面乳綠豆洗面乳65元。咁仲有呢隻美白霜，呢、這個牌子你應該知㗎啦嚇，65元新翻嘅呢個，又美白啦，補水，凝霜嚟嘅，凝霜佢就好似啫喱咁樣。咁仲有綠番茄呢、這個緊致無孔嘅80元。仲有呢一隻，呢一隻係洗面嘅，呢、這個面片嚟嘅，呢、這個面片佢一盒呢就60片，佢係去埋死皮嘅，去埋角質嘅。咁仲有蝸牛呢隻啦，補水嘅炸彈，超補水35元。咁呢一個呢係80元嘅。日本嘅卸妝面15元一盒，佢一盒呢有32片。咁有啲人鍾意用大張嘅紙嘅，呢啲大大張掹出嚟紙巾咁大張嘅，呢、這個25元一包。咁呢隻呢就一卷卷啦，一掹出嚟一格格好似廁紙咁，呢、這個就29元。咁呢個就最抵用嘅，其實15元卸妝棉孖裝有兩盒15元。咁過嚟我哋呢有啲男士嘅洗面乳啦69元。咁有保濕面霜79元。男士嘅美顏水35元，咁男士嘅爽肤水啦25元，咁呢一个咧系面霜嚟嘅，佢系啫喱嘅控油嘅，呢、這个39元，咁仲有呢个款都系39元嘅，5合1呢、這个5合1，仲有呢只洗面啦 ，Franco 呢只洗面75元，呢个系面膜嚟嘅，真系针对粉刺暗疮嗰啲位嘅，呢、這个。35元，仲有男士嘅剃须啫喱15元啦 ，Gatsby 嘅 Gatsby 嘅清凉都系25元，都系剃须嘅。咁呢个泡泡都系剃须嘅，30元。仲有呢、這个嗱口腔喷雾啊，食烟嘅人啊，15元。日本嘅朗口水啦，呢、這个款59元。仲有呢一只款39元嘅。咁今日介绍咁多啦，快啲过嚟啦！